现在的小孩玩游戏好像都用网络连线，那个和朋友用一台主机一起玩的时代快要过去了。不过也有人喜欢这种复古的游戏模式，毕竟和朋友聚会时一起打电动真的很有趣。但这样玩会遇到一个大问题，那就是画面变小，视野变差。如果玩对战模式的话，角色位置一览无余。下面这位神人想出了一个超简单的解决方案。他找来一个纸箱，裁裁剪剪，又贴到荧幕上，现在上下互不干扰，可以放心一起玩了。2P, 游戏还有这样的玩法，真是太聪明了。难道 1P, 游戏就没法创新了吗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看看下面这对情侣，一边拥抱一边玩游戏，竟然还玩得这么专注，让人很敬佩呀。并不是所有女生都喜欢打电动，如果你的女友恰好对游戏无感怎么办？不要怕，聪明的玩家们早就想出了办法。你可以带女友去可以玩电动的地方逛街。下面就是日本广岛商场中的男友休息区，看起来就很舒服，对吧？为了玩游戏，这些人也是够拼的。没有女友可以跟兄弟一起玩，有女友就甜蜜恩爱一起玩。女友不喜欢游戏的话，还能创造机会玩。游戏改变了男人的世界啊。